在升息过后，很多人说准备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。尤其啊，全台湾最新调查，双贷族，也就是有房贷跟个人信用贷款的人，竟然创下了新高，是有33.8万人。如今啊，升息之后面临的就是这些负担增加了，因为像是台银今天开始，他们要足额的去反映升息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央行升0.25%的话，他们也要升0.25%。邮局最快明天就要跟进了。尤其其实哦，是五大利率是全部的来调整，包含您有学贷的、劳工贷款的、公教、青年、购物贷款的，全部都要调整。不过今天在立法院哦，这立委就质疑说，哎，怎么啊？贷款的部分我们是足额反应啊，可是存款的部分，我的利息呢，怎么就是部分反应呢？他就说这样根本就是趁火打劫吧。但是泛公股银行就说，其实啊，这是活存不一定而已。如果你存的是定存的话，它其实就会反应的。但现在大家说这一波最受苦的大概就是房贷族了，我们哦很苦心帮您找出了现在有末班车的低利率可以搭，最多可以省下3000多块。升息了，房贷族影响最直接，因为贷款动辄数百万，未来1.5%以下房贷恐将绝迹。反映央行升息一码，收购房贷的地板价1.31%，预估会上调到1.56%。而针对央行之前呢，分别对于二房、三房和豪宅定出来的差别化定价，预估这房贷利率呢也会上调到1.85%和1.97%。缴房贷又要多掏钱，要抢低利率末班车，看仔细了。一是搭配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申请房贷做降息，假如贷款1000万，青安1.4%核给最高额度800万，另外200万元贷款就可以抢在升息前抢贷到1.31%的最低价，只是并非人人适用。就是他可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，然后还有这个等于是说首购族的这些限制，就是不是说每个人申请都一定申请得到，而且他也有额度的限制，好，不是，所以说不是说给你带到满，或者还能选择计条喘口气。利用现在到四月下旬各银行新房贷利率生效日的近一个月时间，先递件申请，抢拿1.31%低息，再选择计条，就可以有3个月缓冲。如果以贷款1000万来说，等于能省下3549元，多吃88碗卤肉饭。你现在是贷到没有错啦，可是你后期呢？因为现在时机也不是很稳，对现在物价来讲，4000块很少。不止房贷有影响，连建商新作土建融案的利率也拉高，传出未来新案起跳价将直接跳过2%，以2.05%当作地板价。利息的升降其实都是影响的效果是很多层面的，升息对某些贷款当然就是负担的会稍微准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央行升息一码，但纵观台湾房市仍是处于刚性需求撑盘下，干扰暂时有限。东森新闻红配有周允睿台北采访报道。看盘不中断，赶快来按赞。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喽，快点扫 QR Code 加入，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。最及时的盘中资讯，最权威的投资分析，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。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。